review 一下那个整个 sequential 设计。看看你们准备的过程中有什么疑问呢？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讲那个 algorithmic state machine。这个大概是我们我们一个工作呢，有这个从修刀扣啊。这跟收尾很像，那我们再 review 一下上一次讲的，那比较后面的再用投影片呢，再构出更多的例子。因为从 pseudo code 呢，大家都看得懂啊，你写的 pseudo code 一定要大家都看得懂，所以我们的例子说它是 count number of one。就是说，哎，我有一个 input vector 叫 A 哈，或者叫 B 没关系，取个名字，说里面有几个 E。那其实如果 hardware 直接做也不用那么麻烦。我们 hardware 比如说我如果存 hardware 的话呢，或是有人叫 hardwire， 就是说我拿一个东西呢，专门来搞一个 input vector 呢。比如说我这个 A 它是多少个 bit， N 减 B， 所以有 N 个 bit， 那 N 个 bit 呢里面最多就是 N 个一嘛，所以如果你的例子当 N， 比如说 N 等于8或是6，我一会说你 total 有6到0的，所以有7个 bit，假如有七个 bit， 那最多就七个一啊。所以通常我们会这样讲：说我这个电路呢，有 A 的 input， 如果它是七个 bit， 那它的 output 呢，三个 bit 的 binary， 对，就是三个 bit， 你就是000到111，你的答案最多就是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假如这三个 bit 呢，就是 count， 就是 number of one in A， number of one in A。所以如果你的 A 呢是10101，假设这样，那你的 A 是这样，那你的 output 呢应该输出三个 bit 啊，假设它有四个一，那四个一呢，它的 output 应该是10。binary， 这边是 binary， 这边是个 vector， 啊，这边是 vector， 每一个 bit 是独立的，啊，如果你这里是0110111，那这个是五，所以你是1。这种电路呢很简单，常用嘛，啊，到处都在用啊，你要看 input 有多少个一，就是说有些这个。有些会议是有那个表决器，表决啊，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国会议员，按 yes no， 嗯，马上要收起来说，哎，总共多少个人赞成，多少人反对，还有很多啊，所谓 IOT 的东西啊，啊，他要去收集资料，哪边有多少个一，这个电路呢，你直接拿来做，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啊，不需要写这个接收口。但是，如果你没有 hardware， 你就要去用 software 的方式，或者我们可以想说，哎，这个 in general 其实可以扩大到，A 呢很多 bit， 啊，1000个 bit 或者更多，也需要啊。所以 in general 呢，以这个例子呢，通常我们会这样做，就是说，1234567，七个 input 进来了。
你可以拿 Full Adder， 你说我 Full Adder 呢，每三个拿一个 Full Adder， 这是一个 Full Adder， 每三个呢好像拿一个 Full Adder， 一个 Full Adder 有三个 input， 对不对？有两个 output， 所以它有一个 output， 另外一个 output， 另外一个 output。 你的终极目标是要变三个 bit， 现在一二三四还有五，还有五个 bit， 还有五个 bit。 嗯，而且你可以看呢，它经过一个 full adder 呢，三个 bit 变两个 bit， 经过一个 full adder， 三个 bit 变两个 bit， 所以如果你七个 bit 要变成三个 bit 呢，大概要经过四个 full adder， 七减四等于三。所以你说，哎，那我怎么弄呢？我再拿一个 full adder。再拿个 Full Adder， 那每一个 Full Adder 可以 take 三个 bit 的 input， 对不对？它会 produce 两个 bit 的 output。 那你怎么接呢？怎么接呢？就权重就要搞清楚，权重要搞清楚。什么叫权重？权重就是这个跟这个的权重跟这个权重一样，但是这个其实是红色的权重，它不一样。这红色的是两倍重，它是白色的两倍重，对不对？两倍的位，所以你接到这边的时候不能把它们接在一起。你如果把白色的接在一起，它都 OK， 这白色的接在一起，白色的接在一起，另外这个白色的接在一起，因为他们的权重是一样，是吧？好，所以接出来这个是白色，但这个是红色的，这是红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红色的，是不是这样？看起来这三个红色的，你可以把它接在这个接在一起，也接在一起，这个红色的接这里，这个红色接这里，那这三个都红色的，所以这个是红色的。这是一倍重，这是两倍重，是不是？那这个就四倍重了，是不是？这就四倍重，四倍重包什么颜色？用这个颜色四倍重，知道吗？啊，所以，哎，其实我如果拿这个样子呢？那就是 A 嘛，哈，六到零，这样，那这个就是 counter， C2 C1 C0， 这样是不是知道这边有几个一？你可以 simulate 一下，啊，你 simulate 一下，说，老师刚刚讲了，10101，是不是？啊，好，说这个好了，01101啊。你说如果这里是0111的 similar 啊，你 similar 这几个看看。好，那我们看这个三个一进来呢，所以会造成这里是一，这里也是一，因为 full adder， 是不是？这个110进来呢，所以它这里有进位10，因为这是二，有问题？然后这个 similar 继续往下走，这里看，哎，你看，这个是零，这个是零，这个是一，所以答案这里是一，对不对？那这个进来应该是零，因为这三个里面只有一个一嘛。那这两个一，红色的这两个一跟这个零，所以进来呢110，所以进来结果呢，这一个呢一，这是零。所以我们 similar 的答案是101。好，你放这个进去 ，output 应该是101。你做 design always similar 一下，这是没问题。啊，那
那如果以 general 呢，同学如果我问，我如果 A 呢是十五个 bit， 你会不会中？啊 ？A 如果是十五个 bit， 出来这个康应该几个 bit？ 嗯，十五啊，十五个 bit， 最多就十五个一嘛，对不对？十五个一就一一一一啊，所以这个应该是四个 bit， 最多四个 bit， 是不是？所以这个 count 有四个 bit， 这里会有几个 adder？ 嗯，老师说每一个 adder 呢，把这个 input 呢。三个变两个，对不对？你本来有三个讯号变两个讯号啊，是不是？所以你十五个要变四个，你会用到十一个 A 的，都会起来吗？啊，都会起来啊，答案是一定都会起来。问题啊，既然讲到这里呢，老师跟你讲一个更 advanced 的 topic 啊，在成果期的时候没讲。好的时候呢，这个老师没讲过啊。我们在讲最简单的叫 array multiply， 后来我们叫 boot encoding， 这我们考试考过，对不对？那这个呢？是第三招啊，更高明的。这个是最阳春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说最阳春就是我有，假如说有四乘四啊，四个 bit 乘四个 bit， 有 A 三 A 二 A 一 A 零，然后 B 三 B 二 B 一。我们先看 integer 就好。那 array multiply 呢？说啊，我现在反正这边变一个 array， 一、二、三、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这是 array multiply， array multiply。所以你如果有四个 bit， 那这个就是四，然后这边有四个，那全部把它加起来，全部把这个加起来。啊，细节老师就不讲，好吗？这是 array multiply 的简单的做法。如果你这边有，因为一个 array 就这样嘛，就是一个 array 啊，画起来，这就是一个 array， 里面四个相加就是，理论上是四个 row 相加，记得吧？啊，那 boost encoding 呢？ boost encoding 呢？是只有每两个得到一个 row。每两个一个 row， 所以事实上我只有两个 row 相加，而不是四个 row 相加，而不是四个 row 相加，对吗？啊，这个是 boost encoding， 啊 ，boost encoding， 对。所以你可以讲啊，这个是 n 个 row 相加，这个是二分之 n 个 row 相加。那我们已经学了 timing， 所以说，哎，它所需要的 delay 是多少？这个 delay 呢，你可以想象呢，它最长的应该是从这边传到这边的 delay， 最长的 delay 是不是？啊，最长的 delay 就从这边传到这边，所以呢 ，delay 呢是，假如这个是 n， 这个也是 n， 所以 delay 是两倍的 n。这个是两倍的 n delay，
那这个呢，从这边传到这边，这里呢只有二分之 n， 二分之一 n， 这个是 n， 那这个比较快。这个 delay 是 2n， 这个 delay 是二分之 3n 或是 1.5n， 所以你可以想啊，这个 delay 呢是多少？两倍 n， 对不对？这个 delay 呢 1.5n 啊，比较快，功率更快。可不可以更快？当你学了刚刚那个东西呢，其实可以用这个啊，用这个。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Wallace Tree 呢的观念呢，这个观念呢，有没有办法比这个 1.5n 来得快？怎么说？来，这不是答案啊！有没有方法？你同学有没有想不到啊？我们都有那个很年轻的头脑，所以不要因为课本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做啊，就是这样而已，我就不想去更精进。那 Wallace Tree 呢？这个观念呢，是用这个。前两个 4Ader 呢，其实是你可以这样看，这前两个 4Ader 呢，事实上呢，我把七个东西呢，你可以把它看成，你本来七个要相加嘛，你可以看成七个要相加，所以你可以看原来这里呢，我事实上是把七个，一开始我有七个要相加，是不是？那我就透过三个会变两个，知道吗？我三个会变两个，是不是？那我总共用两个，我用两个的话呢，我会如果因为七除以三等于二，所以我只能拿两个，我拿了两个，但是这两个呢，造成什么结果？两个以后会产生四个，是不是？对吗？两个以后会产生四个，但是它的权重不同，所以你说，那我这个用了两个以后呢？那我原来还剩下一个，那我有新的两个，这个，跟它位的一样的，就你看这一张啊，看这里，就是位的一样，有两个，所以我要怎么定义这个东西比较好呢？让同学了解，就是说我第一层呢，可以把它reduce 成我现在讲我用了两个 adder， 然后呢，我产生二加二余一嘛，余一的。所以用两个 A 的就剩五个了，但是这五个呢，你要怎么用？你再下一层要用什么？产生呢，新的是二啊，对不对？这个 weight 我们说，我现在这个 weight 呢是两倍的 weight， 我这样子，这是 weight，
这是两倍位，所以这是乘以二的位，是乘以二的位。那我余数呢？余下来的呢？余下来的是就是说我用两个 A 等啊，耳蜗 A 等的个数用了两个，然后呢，我会产生，本来六个嘛，它消耗掉六个，剩下一个，然后新的两个，是不是？有没有问题？新的两个呢？那我这个，因为一个 bit 不好讲啊，如果我们回到这边好啊，回到这边啊，用同样的观念，假设我的 wallet tree 呢，我们讲八 bit 嘛啊，八 bit， 比如说我现在有八 bit， 所以我是 A 七呢，啊 A B 七呢 ，OK。那我现在呢，如果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有八个。那我每三个呢，每三个 row 呢，都把它做 four a 的。所谓 four a 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 row 呢，我拿 four a 的呢。都把它 take 随意 input， 这样，那它 produce 的东西我都不 propagate 哦，我都不 propagate， 这样我就得到两个，对不对？得到两个 row， 所以这三个 row 呢，我就得到两个 row， 但是你的 weight 要把它移对，因为这个 weight 呢，这个 weight 等于这个 weight， 这个 weight 等于这个 weight， 这个 weight 要移对。我们先不管说，哦，我现在变两个，那这个呢也变两个，两个 row， 你只要权重一对，你最后还有两个 row， 所以你八个 row 就变两个 row， 知道吗？那你再做一次来说，哎，那我把三个三个呢，我就变两个 row， 两个 row。有没有问题？再来呢？你说，哎，那你能做什么啊？你只能三个啊，变两个弱啊，那还有一个弱，对不对？是不是？那再来这三个呢，再变两个弱，啊，都用同样这个东西啊。这个不是我们的 adder， 这个叫 three to two 的 carry save adder， 这有一个名字叫 carry save。carry save adder、哦、我把 adder 的 carry 呢 save 起来，我没有 propagate， 那到剩下呢，我用一个 ordinary 的 adder， 用一个普通的 adder 把这个两个，因为两个加起来就是普通的 adder， 普通的 adder 嘛哈，我就得到一个 row， 所以这个精神呢叫 Wallace tree， 就是说我呢经过这样呢可以跟那个不一样，那不一样，你同学会觉得说，哎，这样有什么好处？看起来，这经过一次呢，只有一个 four adder 的 delay， 经过一级只有一个 four adder 的 delay， 因为我没有 propagate， 没有 carry， 没有 propagate， 所以一个 adder delay， 两个 adder delay， 三个 adder delay， 四个 adder delay， 是不是？五个 adder delay。再加 n， 因为这一集其实是跟 n 了、啊，
所以我这里呢，其实是一个 delay， 这一集是一个 delay， 这两个 delay， 三个 delay， 四个 delay， 再加 n， 这样 n 呢，对我们来讲是八，我们剩八个 beam， 是不是？啊，我们最后，所以呢，你说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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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哎，那这样好像也是 1.5 n 啊，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 n 等于大的时候呢，你来看看呢，这个就不一样啊 ，n 等于大的时候呢。就差很多啊，譬如说，当 n 等于64，当 n 等于64，那我们要经过几级的 delay？ 你用 Wall Street 就是32加64，对不对？不是 Wall Street， 就是 encoding。就是64加32，你如果用 array， 就64加64。我们来看，如果你用这个 Wall Street， 可以多快？我们第一个呢，64呢，我们可以拿三个一组，所以我们总共呢。用多少个？嗯，我们总共拿21个，对不对？是不是 ？Carry set 就21个呢，把它变成多少？嗯，我用21×2嘛，因为每一个剩两个，对不对？所以剩下42，再加一。所以43，第一次呢，你拿21个，它就变成43个 row， 43个 row 呢，我们可以拿14个一组，14组，除以3嘛，对不对？14组以后呢，它就剩下28加1，对不对？会变29，变29。我这里每经过一次就是3变2，啊，所以也就是它可以 reduce 21个，它可以 reduce 14个，知道吗？那再来就是用9个啊，所以它 reduce 9个就剩20以后呢，你可以一次呢用6个来 reduce 成14，知道吗？14呢，你可以用4个呢一 reduce 成10。是不是？然后再3个 ，reduce 剩7以后就跟刚刚一样，对，7呢，我用两个以后 reduce 呢剩5呢用一个 reduce 结果呢剩多少？4，是不是？用一个变3，一个变2就剩最后把它加起来。二就把它加起来，对不对？你 reduce 到二， reduce 二一二一二，那你看你用几级？1234567890，10加64，所以你这个呢是用10加64的 delay。它比这两个都快。比这两个都快，有没有问题？当然，你可以 combine boost average， 你把 boost encoding 再拿来做 wall street， 那更快。所以这两个是 orthogonal， 就 boost 跟 wall street 呢，其实是 orthogonal 啊。再来，有没有问题？所以呢，重点在这里啊，重点在 carry set data， 这不是 property， 这没有 properties， 3 to 2，所以这个呢，每一个呢出来呢，都是3个变2，所以它 delay 只有一个 full adder 的 delay， 这里 delay 只有一个 full adder， 有没有问题？
advance 的 topic 其实讲不完了啊，因为发现呢，到最后来说，哎，这个是重点啊，你还是要把这个加起来啊。最后好像比例还是在这里，你这边变很快了，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把这两个加起来，你还是要把这两个加起来，是不是？它还是要经过 propagation， 看有没有办法更快，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更快？因为这是 proportional to 你有多少个波 A 的 property 这样，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更快，还是可以更快。我们刚讲啊，这个是 carry。有人说叫 ripple 了哈，我们同学叫 ripple carry 啊 ，ripple carry a 的。这个比例呢 ，proportional to n，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这个，因为我要 propagate 啊，从 LSB 一直要传到 MSB 去，再教同学一个叫 carry。这可以更快，什么叫更快呢？我如果假设我只有四个bit，假设我只有四个bit，所以我的 adder 呢，传统是这样做。因为最长就从这边传到这边，是不是？啊，传到这边呢，其实我这边呢就是在等右边啊。所以我如果做一个设计说，啊，我把它改掉，我把它改掉说。